自由，放任爱放手，吞噬自己，填补爱光流，所有喜欢不必再多愁，为你而来才寻找方向，非你不可。是吧？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谁？我是季晨，在酒店的时候就跟你说过。把他带走。是。老爷子约了七爷吃饭，估计是老爷子知道纪凌江搞砸了王堂的事，想给他擦屁股，还特意约了您一起去。就这些？七爷的千金李雅欣小姐也去。陶家，林小姐跟老爷子说约了您好几次您都不去，李雅欣小姐缠着老爷子说今天晚上必须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陶家，老爷子说今晚您必须到。喂，小花，宋四伯，救我，救救我。陶家，他挂了。你看，宋思普根本不在意你的死活，你为了他背叛我，值得吗？用王堂换宋思普失去所有，这笔账怎么算你都是划算的。你用我投诚，我怎么也想不到，你居然敢利用起我来了。十分钟之内，如果宋思普来救你，我就信你。怎么可能？只有你能帮我对付纪凌江，只有你才能帮我摆脱这一劫。你就不怕纪凌江对你？怕？那能怎么办呢？那不都是为了你吗？季呀，季晨，你到底是谁？我是林静书的朋友。把他带走。周爷，帮我查一下这个号码，追踪他的位置。位置？陶家，老爷子和七爷还在家等您呢。别废话，赶紧给我发过来。季晨，如果让我发现你耍我，你就真的死定了。还有一分钟。季凌江，你当真要对我赶尽杀绝吗？本来会成为我最满意的合作伙伴，可惜了。埋了吧。是。走，季凌江，季凌江，走，快点，别走。
在瞳孔。去找他了，哎，回家回家，上车。七爷，您可别因为宋思普这小兔崽子坏了我们季氏和你们暗强多年的合作呀。七爷，你看，宋思普要是不给个说法，明天季家还能不能在江城待，就看你们的造化了。七爷您放心，这点小事交给我啊，一定给您一个说法。好，去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给我带回来。是。还有，你个女人，青叔，手术很顺利，伤口已经缝合，具体情况还要等病人醒来做判断。谢谢。头奖，老爷让我来接您和季小姐。光叔，这是我的事儿，与季小姐无关。头奖，不要让属下为难，把人带走。光叔，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还沉醉，回来，回来。Right now, right here.